下个礼拜开始选三天来。好的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制服者。因为我七点要赶那个那个叫什么？要出去啊？没有，我要去考驾照。七点就？对，我七点要一起坐车去那个基隆监理所，希望我可以考过。他计程车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晚进来的来，身份证检查一下，麻烦注意一下哈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从这里到基隆监理站呢，中间大概坐游览车要坐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现在要去搭车去基隆监理站考笔试。我要来讲，现在考完笔试，而且我考了100分。现在待会要考场内，之后就要考场外，而且我考的是手牌，有点紧张，好累啊！因为我想说。大家都在，就不要拍到他们，拍我就好。现在是早上，也不是早上，中午10:49。如何啊？我6点就起床了。你还有睡啊？我没睡。我没有睡。我睡大概2小时还是3小时吧。我比你还紧张，我又没睡。没有，重点是我差点迟到，我搭计程车来。看，你不要学泰山好不好？说到这个，我的那个考试考100分，我吓死了，而且我4道5题。你到底是幸运还是真的有认真读书？我4道5题是不确定的，我那个时候想说算了，错了就错了，结果100分，吓死我了。考试前一个礼拜才在读的。我虽然说我那时候也是100啦，可是我读了1个月。太棒了。那今天下雨天呢？对啊，我觉得超烂的。有很多人没过，你有在看吗？我没有在看啊。你没有在看人家有没有过？我没有在看啊。我这里也太安静了吧。我只担心我自己会不会过而已。这个气氛压力很大。大家都很紧张啊。对啊。大家都很紧张。我怎么觉得我那时候考的时候比较欢乐一点？这样。我看你在车上跟他聊天在聊什么。没有，他没有跟我聊什么啦，他就跟我讲要加油。哦，哇，人很好哎，还要跟你讲要加油，一定是因为是女生。怎样是怎样？下车啊？下礼拜就可以来拿驾照了。哦，你下礼拜就可以载科比出去玩了。没有。你忘记你拿到驾照就是要载科比出去玩？那科比要小心一点。好了，我考过了啦，开心。从一开始超紧张，我一开始真的紧张到不行，我连昨天都只睡3个小时而已。我刚问你，你明明就说不紧张，你骗我。我觉得考笔试的时候最紧张了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因为考笔试如果没有考过的话，你就是全部都要重来。对、啊。如果你笔试过的话，就变成说我现在只剩下什么路考或是道路驾驶，就只剩这两个。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是什么吗 ？S 型跟倒车入库。好吧，所以出去不难吧？出去不难，只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。啊，今天路上很多车吗？今天下雨天。今天没有。算你幸运。对，而且我今天隧道开得很好，平时都会压线。我今天超靠。你今天开多少？有80吗？没有，没有80。然后那个考我的还跟我讲说，快一点。他想下翻你。加油。他想赶快结束。他跟我讲说你开很好哎，因为我很安静，我想好好开。他说你开很好哎，我说哦谢谢，我很开心。你还刚说你很开心，干，还好你有过。对，还好我有过。我就不用再陪你来了。好啦，那就等下礼拜一吧。下礼拜一来。有这么快吗？确定要再跟教练联络。太好了，有没有开心吗？人生第一张驾照。我紧张到痘痘都冒出来了。那你拿到驾照之后，你就可以去考机车驾照了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的那个汽车驾照没有办法骑那个50cc。没办法。
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对，现在不行。对啊，他现在去问教练，教练有机车可以来这里练吗？先不要让我休息一下，不然我痘痘会更多。我这已经冒两个痘痘了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回家。再见，各位。嗨。现在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去拿驾照了。哦。今天是拿驾照的好日子。没有下雨，对，那哪叫做就没下雨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好吧？那、啊、你要怎么去？今天柯P要带我去领驾照，这么大牌，柯P要带你去？对，柯P。哦，哎，泰山也要去啊？对啊。哇，这么多人要去啊？对啊。我在想今天可不可以结束，可以达成我的愿望？什么愿望？可以赶快登出这个世界。你口罩不拿下来吗？不要。你用过敏了。对啊。现在对人类过敏了。有那么清楚？哈，厌世了，我在。那么清楚。那个人家告脚，裂啊，不是啊，我都有了，都来扣了，扣拖拉骨了。哎、欸，好啊，你去考，然后再拍一集。不用了、啊，那个。哦，那个大货车的、啊，连接车的、啊。连接车的、哦，连接车比较有挑战性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柯P。哎、欸，我有把整个媒体部都颁给你了。是哦，哇塞，新人都来。对啊，连新人都来了，上班第一天就被你拐出去了。要去那弄丢，完蛋了，真是我不好的预兆。好可怕！弄丢了，弄丢我都快。我都快跟车弄丢，还得车派你。你车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哇，你看，还掉鱼。哇，又败个，完蛋了。不会再又败个了。看来你们都是风水错煞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怕哦，有胸罩。啊，等一下谁要开？开我了，给驾照的开啊！真的、哦？真吗？当然是啊。通常我们老娘都还没在开车，就叫菜鸟开车。你们放心把生命交给我。没关系，要交给你，反正出事的几率就上去了。反正不用出钱，反正可以完成泰山的愿望你也不用出钱，对不对？这车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紧张？你现在就开始紧张，你等下怎么办？我们比你还紧张哎。应该是我在看，不是你在看。车。哦，他怎么敢转？哦，我懂。你别搞那惊，我拢开不过的。驾驶座的人不会紧张啊，副驾人紧张都被你吓到。还有的没有？你这边要帮我们一份契约书哦。吓死我！哎，雨杰，你没有过？不是，哎，你要再重考一次。那叫他拿一下、啊，你要拿一下吗？我下车。传奇车神，走过来。我好烦哦。驾照拿到了、欸。驾照拿到，好爽。好了，拿到了。拿到了。人生第一张驾照，准备好了没？驾照。不是，我不是问你，我是问你。没有、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啊，车钥匙交给他了，给菜鸟开车钥匙。真的吗？确定我们回得去？不晓得啊。好、啊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用按的这边，你发动都不会。这边，刚吓死我了。哎，发动了，你确定吗？这个放这可以吧？我调整座椅。你有没有看我一直站在外面，又不敢上去？试踩刹车。好可怕！给，泰山给，安静下气好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啊、不是一样，来、啊，快，好，按下去。好，我猜猜你是不是想要绕跑？好了，我就给你丢了呢。我踩到油门，靠腰啊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现在要怎样？倒车。现在怎样？倒车。哦，我快疯掉了。哦，这个有那个，那就没什么担心了。那个？这个倒车。有钱你，打马虎，打阿长。放左刹车要走了，你要切哪一边？你要切啊！啊，切什么？你要怎么切出去啊？这样子吗？你要投出错边了，错边了，投出去啊！转。等一下，不要讲。隔壁你可以靠他了，对，你可以靠他。对，切下去，来。记得要看。有，看得到。都不讲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往前。你刚倒个车已经浪费了四分钟，是很紧张、啊，我很紧张。你为什么我手已经抓起来？我对他是没什么太大的信心了。你不是说我在考场的时候你都很放心？对啊，是啊，那不是我们的车。考场啊，干，那不是我们的车。哦，有打，很好。
不打，我就换我打。哦哦，别喝，慢慢来，靠旁边一点，靠旁边，踩刹车，再来往，靠旁边，靠旁边，再往前，再往前一点。我管他过不了哈。好，你就开始。不要讲话。好。少。不要讲话。没关系，不会，快，慢慢。快，阿呆都很紧张的要死。我超级紧张。你要看他抓成这样。我原本觉得还好，我上车就开始怕了。你跟他跟最久，你跟他那么怕、欸？认识他那么久，你还会怕？就是认识他这么久，就知道他这个人不可以信任哦。开车的时候你就讨厌，你看开车的时候你就讨厌那些骑摩托车的，有没有？那你骑摩托车就讨厌那些开车的。不要乱讲话。开大灯、欸。开大灯哦！开大灯。开了。不要紧张好不好？啊？不是，我说阿呆，我试着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好不好？你都不讲话，你怎样？没办法讲话，我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讲什么。算对啊，不要把马桶绑掉。你看我安全带都这样绑着。快起来！对啊，不要紧张。开到80，他上次在这里开80，没有。可是这边有测速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哦，是不是有点快？哦，就这么快了。梦哥呢？你看，扣分可以打了，扣分。其实科P要坐后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都舍不得打，他都舍不得打，他舍不得打妹妹啦。你们用公文，我偶包哎，没有了。然后阿呆坐前面，那就是拼命的打。我说阿呆又都蹦到自己半夜啊，断了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是不是这边要左转？这边要左转要干嘛？现在到底要左转要干嘛？不是这边左转。对啊，左转你要干嘛？你要靠。现在左转吗？对啊，这里要左转。什么来？好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直走。我不是说左转要干嘛，我是说他左转，他左转的时候他要干嘛？现在我要打方向灯。打方向灯靠左啊！我是不是太激动了？没关系，继续笑。太冷静就不好玩。对啊，像后面那个，我已经面无表情了，笑到不知道讲什么。是不是也可以？好像前面那个一样贵啊。哦，我切车道了。切车道了。哇！你要跑赢奥迪了，超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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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过奥迪啊！哎哎哎！红灯，不行，我怕。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够了，停下来就够了。哦，你看啊，别挨叫啊！对，刹车你要抓那个啊，你要先。他到最后不是撞到别人，是我们那个摄影车撞到我们。不行了，没车就不说了。不行了，你刚吃干。就，但是人家开很快，我会怕。我们两个坐后面。哦。我在这边，我也很危险。哦，你赶快过，你赶快过，拜托你！哦，后面还有车哦，疯掉！啊，是不是可以了？果断缺，果断缺，缺好走，哎，走回来，你们不？哦，保持中间叫。好，可比较温柔。他对没有那么这样。不是啦，我就给你了。人家带去做。你要叹气好不好？叹什么气？今天是阿呆拿这一只有没有被他捏破了？那我等下右转是吗？你只能右转。确定要叫他走成功路？看一下导航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开导航？是不是一直在？这样才好玩，对。通车是最恐怖的。那他一定要往这里切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通车不用这样。通车是正常的啊。阿姨，哎，形象，对啊，怒主，对不对？你是怒主，韩道路点点都变狼啊，不要，那个是哪一个？他太直接切进来，很危险。女生不是喜欢直接的吗？什么？他太直接，会怕，太直接会怕，所以现在。看小事，知道了。对，长知识。哇塞，苦瓜妹不喜欢直接的人，但是太直接也不行。太直接也不行。哦，不能，所以不能直接跟他要 IG。不然要怎样？自己去找。对啊，自己去。你找到他就让你追踪。我好像也比较不紧张。哎，你手放下来。
我在适应呢，我在适应。哇塞，不会了啦 ，OK 了啦 ，OK 了啦，给他休息啊。你们给我一门大雷啊，暴雷冲啊！对啊，对，赶时间了，赶时间了。那等下再转不到我公园，我要转弯吗？还是你们会跟我去？不会。你怎么说这么惨啊？冲线。形象形象，工程。我觉得大家抓方向盘性格都很对，好像是对，都很不爽，莫名的都会踢堵烂。对，没车吧？对，没车。我有，我飙起来了。我有，哎哎，有人找你尬起来，搓一下。怎么吹？阿亮，吹！吹吹吹吹吹吹！哇！有没有？就这样，对，就进去了。他是进去的。对，他有在没有？有。你看什么？我都没要载。我都没要载了。他坐了坐。哎，你有可能看到的。哎呦，你走你走你的，他会让。你有一个东西叫做喇叭。你可以逼逼逼他，可是台湾人不是不太按喇叭，没有台湾人按的，对对，台湾人按的可起劲的嘞，对，上桥了，转，慢点，我有了，要最后一个过攻哎，这边很近，打方呢就上过去，他等你啊，阿贝，谢谢你阿贝，他知道你会撞他，到了到了。对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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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公司才是最恐怖的地方。怎么样啊？我到公司了，很平安。你确定很平安？我问你们啦。我是觉得不平安呐、啊，不然你去问泰山，你问泰山，觉得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真敢讲。要习惯一点就好了。哇，可怕！要习惯就好。你知道什么是手电筒？是要帮忙的。我有看过。我虽然没打车，我给叫弄过。手电筒你知道吗？下面就有人留言。手电筒一个人一生只能申请三次。是哦，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看，为什么我知道？你研究过了？你已经用过了？没有，他已经用过了，额满了。你扣到这几次？没了没了，你用完了？你们不知道哈？可以三次而已，我不晓得。三次，我是没有用过。我没擦，我自己就有了。那不是要有一些证明才可以？对啊，对啊，要证明啊，然后只能申请三次啊。你这样讲出阿达就知道他有。我有影集。头发骨折？没有他，不是头发骨折，他长到自己手摸不到。厉害了吧？这个车，好可怕啊！然后我们靠右边坐行驶。